南韩啦啦队女神李多惠日前转队味全龙，担任小龙女队长一职外，也努力全方位发展，首张单曲见面会样样来。昨天抢先公开 MV 片段，短短30秒，魅力十足，唱跳实力惊艳网友，狂刷一片好评，让粉丝相当期待。然而，原先预计4月在台北、高雄两地举办3场粉丝见面会，无奈开卖后票房不如预期，主办单位宣布取消高雄场次，让铁粉们好失落啊！不过台北场祭出福利加码 ，VIP 从1:4合照改为1:1合照，入场者都可以获得签名海报一张，会后还有李东慧与大家 say goodbye 哦。